周总，照片的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别人看到，还传了出去，是有人翻拍我的手机。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只是拍了照片而已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把它发出去的。周总，你知道，我一直喜欢你，所以我……别说了。 我会立刻删除手机和公司里的照片，让员工停止议论，让影响不再扩大。周总，你刚跟小萌没有解释，会不会让他误会我们真的有什么？我不会再追究照片的事情，你也不必担心小萌会不会误会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自己会解决。现在最关键的是解决体育场项目的问题。 我希望你能做好你的本职工作，其他的事情不必理会。明白了。周总，楼下突然冲出来一帮人，和抗议的民工打起来了。什么？蒋泽和小萌进医院了。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吗？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小萌，我和孙灵溪他……你还好意思在小萌面前提孙灵溪？ 你没事吧？不用你管，你还是去找孙姐姐吧。小萌她说的没错，要不是蒋泽，恐怕现在躺在病床上的人就是我了。小萌，我们出去说。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？这你这儿有你这样的吗？站着小萌，还勾搭孙灵溪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蒋泽，不知道的事情不要乱说。 小萌，他不想搭理你，你就别再烦他了。哎，你，老板，事情都办妥了，那帮民工是都收拾了，可是，可是什么？您儿子。 也在事发现场，什么？他怎么样？他被误伤了，进医院了，而且伤得不轻。这个混货！小萌，我希望你能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不听，你离我远一点。小萌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 花姐，叶阿姨她怎么了？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我妈她怎么了？她的状态不是太好，你是不是给她喝错药了？我给她打听到了一个补脑的偏方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花姐已经叫了救护车了，我们快回去看看吧。 人去哪儿了？赶快去问问。听说护士把他推到 X 光室检查了，走看看去。哎呦，阿泽，怎么样啊？啊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受伤了，我来看看你不行啊？伤的怎么样啊？我没事儿，就是废了条腿而已嘛。哎哎，老板，老板！ 我大哥被人打伤了，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你得给我出点腰。闭嘴！干什么你？走走走走走开！你们怎么回事？行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，真是难为你了，还装作好人过来看我。
是不是我受伤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啊？胡说八道！强子，你是我儿子，我怎么忍心让你受伤呢？你不能伤害我就能伤害别人了是吗？那些抗议的工人就活该被打了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为了让周延昭早日离开盛海所必须要做出的行动，知道吗？那些工人们不会白白付出的，我会好好抚恤他们的。你看看你把别人都打成什么样子了，等他们好了以后，你真的可以当作没打过吗？商场如战场，这是必须要做出的牺牲。你一句抚恤就草草了事，你随随便便就要别人牺牲，你把这些人都当什么了？爸，你这样做事的方式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认同。我想得到什么东西，我肯定是靠我的努力去争取，然后再去得到别人的认同，不是靠别人牺牲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早晚有一天会明白的啊！我还要去做别的检查，以后就不麻烦你过来看我了。护士，一群笨蛋！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啊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现在病情也稳定住了，但是她还有些头疼，我安排明后天给她做一个脑部核磁共振，确定没有什么情况的话就可以出院了。她现在一直住在家里也不是什么好办法，我建议让她去疗养院休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哦，对了，我再叮嘱你们一句，以后别再给她吃一些什么奇怪的药，还有那些偏方，我们有科学的治疗手段。对不起，医生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。哎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是我妈。对了，我已经知道了那些小混混谁派过来的了。什么？谁派过来的？我只告诉小萌。蒋泽，这是工作上的事。算了，是我爸。我是真没想到把我腿害成这样的人竟然是我爸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说到底你也是为了救小萌，谢谢你。用不着，不管怎么说是我心甘情愿，用不着你来感谢。不管说什么还是要谢谢你啊，江泽。医生说叶阿姨最好去疗养院休养，你也一起去吧。我是啊，反正你自己在这边也没有人照顾你。也好，最近我的确不想看到我老爸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我来安排。哎，先说好，我是怕小萌担心我，而不是因为你才去的。这是林月玲跟周延昭的亲子鉴定书。小玉可以离开周家了，她在那儿已经没有用处了。是，老板。发给我的是什么？那是周延昭和林月玲的亲子鉴定报告。怎么可能？这个是不是你伪造的？哼，越是不可能的事情它越就是发生了，这是科学，是事实，是证据。你到底准备干什么？这不仅仅是个鉴定报告，它更像是绞刑架上的锁套，我要把它套在周延昭的脖子上，我要把它打入谷底，让他万劫不复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我真的是受够你这种不择手段的方式。爸，你为了得到盛海，你也不至于置阿衍于死地吧？
以现在的医疗水平，叶阿姨恢复记忆的可能性很大。你走开。 小萌，照片的事我想和你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只关心我妈妈的病情。小萌，我和林夕之间已经不早了，我妈检查也应该结束了，我走了。扫描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发送到了主任电脑上，我们过去吧。我跟肖医生去看结果就行了。 那我带我妈出去走走，让她休息一下。周总这边请。妈，嗯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 妈，嗯，你还能记得你受伤时候的事吗？我受伤了吗？我觉得我挺好的。 你记得我，记得阿衍，还记得花姐，但是为什么却唯独不记得周叔叔？周叔叔？哪个周叔叔啊？就是周冰礼周叔叔啊！妈，我相信你，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周叔叔的事儿。周冰礼。 妈，来坐下。真的好痛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再想了。妈，我更不会让别人来逼你的。妈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